相对于作为海南人的小编，对辣椒肯定是天生害怕，但是对于江西、湖南、四川来说，真是无辣不欢啊！爱辣椒就跟爱恋人一样，一天不吃辣就感觉一天无精打采的。途中是一名湖南妹子，她特别喜欢吃泡面，再加上现在网络这么流行直播，她也是拼了，竟然直播吃一澡盆的泡面，有些人连一碗都吃不下，她竟然能吃一盆，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。哎，也没办法，人家视频实力在直播的。